你醒了，好点了没有？叶红，我咋在这儿啊？你自己走来的呀？我自己走来的？不可能啊！是不是出什么差错了？能有什么差错？难道还是我把你绑来的？如果有差错的话，就是有人把你给扔了。你到我这撒气来了。我没说啥，没做啥吧？说倒是没说什么，但是该做的都做了。啥？叶红，对不起啊，我实在是抱歉，我昨天晚上真的不知道。长生哥，我不怪你，真的。我是自愿的。不对，我昨天晚上可能喝多了，我没什么知觉。你喝没喝多，有没有知觉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这是事实啊。叶红，我拿啥能补偿你？你说让我怎么补偿你？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叶红。强生哥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怪你，真的，我只是我。不行，叶红，咱俩不能这样，你饶了我吧。咱俩不可能，叶红。已经分手了，哥，我不想再提这件事儿了。他一晚上没回来，姐。长生有没有来找过你？找过，昨天晚上在我这儿住的。在你这儿住的？反正屋里只有一张床，你觉得呢？他人呢？还在屋里睡着吧？我去叫他。不用了。杨七妹在哪儿啊？七妹啊，她刚来电话说是要请半天假，你找她有事吗？没事。哦。好的吗？你怎么会出这事儿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。
这咋回事？你看，七妹，七妹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来干嘛？乔生来了。啊，是，跟七妹说点事儿。你找燕红好好谈吧。七妹，我们之间有误会。我跟你没有误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稍等，我有事出去一下。请。老张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这是在办公室。上次我给你炖那鸡汤，你爱喝吗？爱喝，我再给你炖。我不爱喝。那咱不喝，喝别的汤啊！你看，你都在派出所扎根了，我这次专门来请你回家的。请什么请啊？那是我的家，该回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去了。哎，你怎么就这么小气啊？我上次来给你送汤，这次特地请你回去，你就跟我回去吧啊！你没看我在这忙着呢吗？你先回去吧，啊，我忙完了自然就回去了。啊，同志，你找谁啊？啊，请问张所长在吗？在里面，去吧。啊，谢谢。别抽烟了，你就跟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啊。七妹。张大哥。你有事我先出去了。哟，这姑娘是谁呀？长得真水灵。我叫杨七妹。哦，你是新来的吧？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呢？不是，她不是我们同事。哦，怪不得呢。你来找我们家老张有事儿啊？您是，呦，你看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，我是老张的爱人，叫我红莲吧。七妹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张所长帮我找个工作，我是来特意谢谢他的，我先走了。哎。怪不得这么不愿意回家呢，外面诱惑不少啊。是不是跟七妹说什么了？她是来找过我，她让我实话实说呀。你都说啥了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想害死我呀？哼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既然敢做，我为什么不敢说？这不是自愿的，你就不能胡说？你自不自愿我不管。但是他现在跟战月华已经在一起了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我说了又有什么关系啊？
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公安今天咱们大门口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他是来找你的吧？你是不是应该出去见见他？开始我就没想瞒着你，那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，只是话到嘴边我又没有勇气说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七妹，你别走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张大哥，我真的不想再说什么。七妹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你相信我，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。啊！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张大哥。您多保重。
吃不吃橙子？不吃。我看看，在派出所住了这么久，都熬瘦了。嗯，你先喝点水啊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吧？没有，我就是有点累。累了，一会儿就吃完饭，早点休息啊。我去把饭给热热。红莲。啊？不用了。红莲，这么些年，我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对你关心不够。以后你可别记恨我。看你说的，老夫老妻了，说这些干啥？等着啊。你找谁啊？张月华是你丈夫吗？是啊。那我就找你。找我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和你丈夫有关。啊？你只知道他在派出所工作，可他在外边干的那些恶心事儿，你都知道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恶心事儿？你丈夫张月华表面上道貌岸然，其实是一个十足的流氓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一点都不胡说，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，一点都不掺假。你说。他明明和你结婚了，他也知道我和我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可他却趁我不在东海的时候勾引我对象。不可能！你胡说你！信不信由你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，你问他认不认识杨七妹，你自己听他怎么说。杨七妹，啊！臭不要脸的你，竟然勾引我们家老张！不知廉耻，我打不死你！你说什么呢？我和张所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关系，谁信呢？走！哎，你干嘛去？要干什么？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这就是你们招的人啊！
真是狐狸精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嫂子，你别生气。那这样，我一定把这事儿认真调查清楚。如果真像你说那种情况，我一定严肃处理。怪不得张月华最近连家门都不愿意回呢，都是被你这个骚货把魂勾去了吧？啊，你说谁呢你？你胡说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哟，你还嘴硬呢啊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嫂子，小姐，这样走，咱们到我办公室，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说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手下的人，你得给我交代。杨七妹，你要是再敢勾引张月华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七妹别哭了啊，疼不疼？没事的。所长，他的确对我挺好的，可是在我心目中，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领导和兄长一样。前一阵儿张所长的确是向我表达过好感，可是我并没有接受他，而且当我知道他其实是有家室的，我更是跟他说，我们以后不要再有来往了。白经理，我和张所长的确是清白的。这事儿也怨我。有一次吃饭，我隐隐约约听到张艳华追求你的传闻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这样，回头我劝劝张月华，你先回去休息，今天就不用上班了。白经理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七妹，我相信你。谢谢。什么？老张，你老婆今天跑到我这儿大闹一场，说你跟杨七妹有染，动手还打了杨七妹。胡说八道，她疯了她。老兄啊，看你弄的这事儿，你快过来吧。那你没劝劝他吗？我要是不劝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是非离不行了。不，张大哥，我不怪他，真的不怪他。看得出来，他是很在乎你的，你应该好好对他。七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你也太善良了。七妹，只是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我让你受委屈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哥，
我回老家那段时间，齐妹就跟那个张月花搞在一起了，回来反倒咬我一口，说是我对不起她。你说她还是人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是这样的人？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张月华一表人才，又是国家干部，哪点不比我强啊？那杨七妹肯定会跟他跑了。那你说说，杨七妹是什么人？回来了，等你吃饭呢，饭菜都要凉了，吃饭。你去找杨七妹了？是找了，因为我不想失去你，不想拆散这个家。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凭什么打人？这是最轻的处理办法。你不舍得打他，说明你心里爱他。你知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啊？我打人犯法，他勾引我丈夫就合法吗？啊，你胡搅蛮缠。你要错是我的错，跟人家没有关系。瞧你说的，你只要今后不再见他，我可以保证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我也可以什么都不提，咱们以后还好好过日子。一大早的，又出啥事儿了？我请组织看看这个，这还是优秀党员呢，年年还是先进工作者呢。我也不知道你们组织是咋评的啊！这不嘛，跟我闹离婚呢，要抛弃我们娘俩，要当陈世美。没那么严重。哎，这个你家老张，别人不清楚，你不明白啊？他可是咱们所里的先进工作者，那事业心最强，作风最正派的同志，你别夫妻斗斗嘴儿，把白的说成黑的了。我可没那个闲工夫，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。张月华如果没有外遇，你借他十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跟我提出离婚。那你的意思？我是想请组织帮我规劝张月华，让他好好过日子，好好工作，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。要管好药材公司那个杨七妹，要是都像她这么破坏别人幸福家庭，那这社会不早就乱了？没这么严重吧？哎，我找你家老张谈谈。所长，问题要抓重点，要找杨七妹。杨七妹我们组织是一定要管的，我们就是本着对干部对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，
如果真的是我们出了问题，这可是一件作风上的大问题，那我们绝不姑息养奸。所长，我的意思不是让组织收拾我们家老张，是要收拾那个杨七妹。哎，这话不在理了，谁有问题收拾谁。哎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进来说吧。来，快进来吧。所长，你找我？刚才你老婆来找过我。她来干什么？闹离婚呢？还没离呢。组织不同意离，你能离吗？我不同意，你能离吗？我说你呀，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跟着我，我一路把你培养成一个国家有用人才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你啊？为离婚的事儿下马了多少优秀干部？哎，云飞派出所的小张，还有那个马甸派出所的老李，局里那个吴科长，如果这事儿是你主动，那就是婚外行为，作风问题，局里抓得最严。要是杨七妹主动，这问题啊就不一样了。所长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是清白的。你见过哪个罪犯一开始不说自己是清白的？哦，这样也不合适，这个比喻不合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从心里深层次的查找自己的原因啊，的的确确把好作风这一关。组织刚找我谈过话，你也知道我年纪大了，局里又没有合适的位置，咱们所里的情况你清楚，无论你的能力和资历，那你接我这个班是没问题的。可是眼前出点什么事儿，这问题就很难说了。你要是铁了心要离，那组织也不会死抠。实际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那一条是花瓶式的爱情，那二呢是老婆孩子家庭事业单位，对不对？选择前者可以满足你一时的私欲情感，那可是毁了家庭，毁了事业，毁了你的位置，对不对？选择后者那就是前途无量。哎，家庭百年好合，好好想想。所长，你说的都对，我会认认真真的考虑的啊。那就好，啊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哥，你知道吗？这封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是强生自己写的，而且他和燕红已经……怎么不可能了？他那天晚上没回来，就是住在燕红家。哎，哥，你别去了，算了。
你是杨清妹同志吗？哦，我是，您是？哦，我是张亚华单位的同事。原来呢，准备让你到派出所，有一个事儿想调查一下，后来一想不太合适，还是我登门拜访吧。我能进来吗？哦，您进来吧。请进。来，请喝水。好好好。杨清妹同志，最近工作还好吧？还好。哦，我是张耀华他们所里的王所长，我是专门为张耀华的事儿来走访调查的。张所长，他怎么了？他要和他老婆离婚，让别人给告了。什么？被别人告了？严重吗？相当严重，弄不好啊，这十几年兢兢业业的工作就算白干了。我今天呢，就是想来问问杨清妹同志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一般的朋友关系。那你们两个是谁先认？这样说吧，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谁先追谁的？黄所长，这个问题对他、对我，还有所长您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这个事儿是直接关系到如何处理一个干部的问题。事情呢，总要一分为二，可是唯独这个作风问题，不能一分为二。谁的责任，谁负责？要是都是我的问题，那张所长他会怎么样？那他就是党的好干部。都是我的问题。我看张所长他为人忠厚，而且还特别热心，所以不知不觉的我就喜欢上他了。后来我一直追求他，可是他没答应我。